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2年6月8日，澳洲将与秘鲁争夺世界杯席位。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附加赛，澳洲2-1击败阿联酋进入洲际附加赛，将与秘鲁争夺一个世界杯席位。根据交锋记录，澳洲与秘鲁仅有过一次交手，是在2018世界杯分组赛，当时澳洲0-2负于秘鲁。2022世界杯决赛周32席已确定30席，最后两个名额将在澳洲对秘鲁、哥斯达黎加对纽西兰中产生。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。